哎呀，我们哥俩一上来这个欢呼声啊，比别人少了好长时间呀、啊。非常开心啊！大伙都认识旁边这位吧？哎，大哥看见了吗？那头排这个玩命喊着不认识，这是我师哥，大伙都认识他，嗯，也都喜欢他。我相信今天的欢呼声、掌声不是给我的，都是给他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祝你们再喜欢他，今天他只是一个捧哏的，没有我，他今天什么也来不了，知道吗？谁说的？我可以逗哏啊，可以说单口啊。你单口你说什么？你单口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这都是我的东西啊。什么叫你的东西？定场诗你的东西？谁不这张九拿定场诗小王子啊？哎呦，我是定场诗父皇。行，你们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既然这样啊，我不演了。哟，怎么今儿你个排练过了是吗？好，那是我不演，我跟你说，我可真走。拜拜。咋又难了？好，我走之前我说最后一句话。好，什么？你没身份就能拦住我了吗？这你要这么的，你有什么遗言你先留下，我们听听。你说他六十了还这么使吗？最起码来说，在舞台上他这个呈现状态符合他，观众也认头，你就没有什么对不对的。等他以后上岁数了，他累了，他就不这么干了。这会儿你拦着他，希望他像九十岁的相声泰斗那样表演，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。允许，是吧？百花齐放，但是我们看着是累啊。好好的行吗？好好的说说，我跟大伙儿熟悉一下，对不对？这熟悉的过程好长哦。接下来我们要说相声了。哇，他这么惊悚，我们是有主题的呢。我都没想到，我们哥俩都没有想到啊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三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么快入活了，因为中间我没有写其他的文章。其实你说这个三啊，刚才每个师兄弟都演了。对了，虽然说演的都不怎么样啊，但是来说。确实不怎么样啊。我研究了三是什么？三什么呀？三方关系。对了，比如三国演义。对，还有三阳开泰。再说一个，三打白骨精。就那点墨水没了吧，宝贝儿。第三季没你。你们以为他是导演呢？他是导演，第一季能那么惨吗？这个小游轮，哎呦，最起码我还第一季还有我。我研究的不是您这些，哪些？每个家庭里都有三方关系，这是实话。咱就说我们家吧，啊，就有三方关系。哪三方呢？那我跟我媳妇的啊，我媳妇跟我妈的，哦，还有我妈跟我爸的，这几个关系怎么了？这三方关系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呀，天天打呀，比咱们打的还狠呢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咱们这家里边就是天天，家里边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我们家这个经特别难念呀。有多难念啊？相当难念。你别老这样，好好说。行了，咱就说，先说我媳妇跟我的关系。怎么了？我媳妇蛮横不讲理，哇，天天就吵架，所以造就你这样的性格。我也是在家不敢吱声啊，来外头我算撒了法子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跟我媳妇啊，就说我媳妇有点事没点事都能吵架。是吗？正常的男的你都哄不好他。那是你不会哄，你天天就这性格，哪个女孩你能哄好啊？老怼人家能哄好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要你呢？那你是不会哄，我要我就能哄好。行，咱俩在这扮演一回好不好？什么叫扮演一回？咱演一回我跟我媳妇日常吵架的这个感觉，你就看你哄得好哄不好。怎么演法？我听听。我演我媳妇儿，你呢就给你一个荣耀的时刻。什么意思？你演张九南。你那意思我演你？对，完你演你媳妇儿，这好不好？我的天，那你媳妇儿长得哇也太微妙了吧。就这么演，大伙儿看看。行，开始了啊啊！这个，我是你媳妇儿，好，我主驾驶，你副驾驶。行，开始啊，开始。哎，老公，别看，往前开。老公，不是，别说话，开车呢。不是，那我怎么踩油门这车不走啊？手刹。对呀，拉手刹呀。这都不懂。那个女的是谁呀？
上还有第三个女的吗？没有没有，那是你。你给我下来！车窗没关，人家这不旁边的司机吗？人家都看出来了。那为什么你不搭理我，而搭理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帮你去追他。嘿，他要娶你。我说什么？我没说这，我就告诉你拉手刹。你再说一遍，拉手刹，把手刹撒开。你为什么跟我说话这个态度？不是我跟你说话应该什么态度？正常态度吗？跟我急什么？我哪儿跟你急了？那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爱我了，所以。爱是会消失的，对吗？哎呦，我就说一个松手刹。松什么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为什么吼我呀？我没吼你啊。你特别不耐烦吧？我哪儿就不耐烦了？我是跟你结婚，不是跟你讲道理。我的离这是我们家最初级别的打架，还有什么更高级的呀？还有打得更狠的呀。什么呀？我媳妇跟我妈呀。你媳妇跟你妈？这个你各位是知道的，中华五千年自古这个婆媳关系它就很微妙。哎，对了，老话都说嘛，这婆婆跟媳妇是一辈子解不开的冤家呀。对了，你看，哎，但是你啊，你就是你奶奶，就是你妈吧？我妈，你妈跟你儿媳妇关系就会特别好。我妈跟我儿媳妇关系会特好。对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你是盼着我们家一天都不安静了？我琢磨是这样的，不说我儿媳妇儿，就说我媳妇儿跟我妈啊，见天吵架。怎么吵？其实原因很简单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老人啊嫌我媳妇儿啊穿的少。老人都有这种观念。其实您看现在大姑娘小媳妇儿，大伙儿为了爱美，夏天为了凉快，穿的少点正常。对，很平常嘛。那我妈就不行，非得呲儿的几句就吵起来了。就这个吵？对啊。哦，还是很少见这个。咱们再学一回，再来一回这个。哎，您呢？扮演我妈。我扮演你妈也不像啊。怎么不像啊？就非得扮演你妈。您扮演我妈，我扮演我媳妇儿，就是因为穿的少去，其实就很正常的穿着。这么简单的剧情，吵起来了，可以来一回，来一回，好不好？这事儿很常见。开始了啊，那现在我就是我媳妇儿了。开始啊，就是我妈。妈，那个我出去啊，出去一会儿我就回来啊。看看。看看，妈，你要输液呀，妈！这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出去啊？这不七点半吗？七点半，大晚上干嘛呀？这是游泳去啊？不是，怎么是游泳去啊？啊，不游泳怎么不穿裤子呀？怎么没穿裤子？这不穿了吗？上衣太长了，挡上了。是，一分裤也算裤子呀？您怎么说？什么叫一分裤？这叫超短裤。我以为是勒个裤腰带就要出去呢。超短裤，年轻姑娘都这么穿。大半夜的，晚上七八点钟出去什么夜跑？跑步给谁看呢？啊，给鬼看呢？丢不丢人呢？是是，您穿的不少，鬼都不看。谁说的？怎么？你爸就爱看我。哎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出来瞧瞧吧。又怎么了？你看看，就要出去，我说什么都不听，气死我了！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我在里边都听见了，不就是夜跑吗？现在年轻听着了，你不早出来，非得让这媳妇给我气死，是不是？听着你不早出来啊？啊，我这不是出来了吗，宝贝儿？行了。你给我少来这套，知道吗？啊，管管呐！我在里边都听见了，行，快呀，走了，你这不管就走了，不管你就走了是吗？啊，怎么了？我错了是吗？我错了是吗？现在年轻人穿的不很正常吗？你急什么？我影响你们家庭和谐了，我红颜祸水了。你笑什么？我这是哭呢，我什么时候笑了？哇，咱俩结婚多少年了啊？40年了。是，我说过一句我累了吗？我没有。
怎么了？我也没说什么呀。还没说什么？还要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别碰我！怎么碰都不让碰了啊？所以，爱会消失，对吗？